过去哦，我做回来做，每一个人拢做。我们五分钟看谁可以做的比较漂亮，比较大。我自己做好了。哎，对，我们自己做。做了。五分钟。我专业要求。阿公阿妈，你还做评审？我只有一块钱，真的啊。你还做评审？哦，安尼啊。哦，样本，样品很快就一样的。公鸡尾巴的毛最好做。好。公鸡的。啊，不，你这个小的，小的你该不要拍嘴。哦。不好弄。你等一下，这就糊嘴。阿公。你要做评审，我那是看到车赢，你看到冰姐上水的，那输人来拍，输来拍，哇，伊的惩罚比咱较严重咧，最重要是做，输人爱用钱来拍，啊，输了爱拍伊哇吼，我们就是一个人赢了，不用惩罚，也不用被打，那其他三个都输哦，其他三个都输，而且输的人要跳你们昨天唱的很经典的《爱你》。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多看多看一点，表现多一点，让我多看一点。哦、oh, ，baby， 哦、oh, ，爱你，爱你。今天翔哥的行程，然后慢慢来，这种感觉赞哎。慢慢来。对啊，这样子 OK 啊。不能太急，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步调也比较。等一下我们要去做那个鸡毛掸子。嗯，以前小时候很多，市场都有。鸡毛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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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对对。你有没有听过羽毛的毽子？有。小时候有吧？小时候有。对啊。有。后来都是塑胶的。对啊。那个砍锡不一样哎。而且那比较稳定。鸡毛那个鸡毛它下降的速度比较稳定。对，缓缓的那种感觉。那有没有被那个打过？鸡毛掸子。被那个。那个是必备的啦。真的哦，那个是加火机。我们家里是有出现加法藤条啊，就是比较长。加藤条，藤条也是必备的啊。我觉得我妈妈在我们小时候，她是女侠，你知道吗？她什么武器都有，锅碗瓢盆其实也可以当武器，很多。然后刚好我妈年轻的时候在辅导那个部落妇女在做那个就是洋服嘛，嗯，所以她又有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的尺。粗的、细的，哦，那个柔软的、硬的，很大声的，各种材质的，不同弹性。而且因为我们周族的那个系统，我们没有说什么阿姨、姑姑，没有，都叫另外的妈妈，全部都叫另外一个，对，另外的妈妈。男生那边叫另外的，就别的爸爸，所以都可以管哦，都可以管哦，对不对？对，斯巴达哦，你在外面犯错。别的妈妈都可以打哦，全村都去打。对，你先犯错，哇，先打，但是永远不会打腰部以上，不打脸，就是屁股啊，比较有肉的地方，大腿、小腿，不会真的受伤啊，但是会让你痛。你看这环境多舒服，舒服。有田，还有剪影，你看，现在夕阳好美，你好无聊啊！不会啊，哎，怎么？等一下我们去的地方不会无聊。哎，好多鸡哦，好多鸡，太多了吧？好多鸡哦，超多的，哎，你好吗呀？我等一下，你好，超多了啦，哇，盖起来的，新盖起来的，太好了，来更好，新盖小，新盖小。北北，这是什么？是豆冒饭。是豆冒饭。我们那个，你们那边你，他们叫问题干嘛？要未来抓吗？对，要带回去。因为我那只老做不起来。安迪，安迪。好不好？哦哦。眼花缭乱。国家哈，家家户户不是是龟是鹅，也是真是。龟毛我较早去捡，个人是捡龟毛。哎，我今天去那。用捡的哦。OK。那龟毛人家都不要做摔跤。哦。你等于赶快输的对吧？对对对，捡捡碎碎。我也是更厉害。啊，爸爸的，爸爸啊，大落脚的，较早落来。嘿。较早我来捡个落脚的，较早无得谈。嘿。为只起价，我只做唔甘心的人。哦。但是更甘心，我做十多年。十多年。哇，这么久了。他在无得谈啦，我一家啊，家生活靠这生活，啊就是唔甘心的，我再这感情，我不要钱啊，啊，够什么物件你讲，够什么物件？我这是逗猫棒，这是两个表演，啊，两个表演，真水嘞，个表演，哦，给他记住哦，哦，我就真水嘞，好啦。
哦，这提神了，提神了，哎呀，哇，这就高水了，这做一天要做多久？四个钟头，四点钟啊，一天都做两个，钢琴吹了，啊，够想够想够想，过来过来，然后呢？哦，这是怕人，这是，这我跟你讲吼，这是够水的，国家吼也是没有不出去，对吧？你把这龟变成瓜鸡啊？白鸡，以前的人啊，现在不用啊，无怎啊？嘿，无，那大人经常搞，无这这种庙咧用。哦，这正是民营的。哎，那庙咧用。就是要代替。这是一般人要，那要去也最头前。哦，整个青。哎，对对对，青青青刀啊！哎，对对对对，对咯对咯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那个少咯，个青青诶，这是安尼用，啊，这个物件爱记哦，唔咧叮当危害，你顶下无叮当去就，对，哎呦，就这些物件先用，无用就拍个单，哦，拍个，我们弄个这个，真的看到一群一堆鸡毛掸子，其实哇，很壮观。而且它可以做成各式各种不一样的东西。以前很普遍的东西，现在变得少了，因为很多的替代品。阿公阿嬷家里在去看，他们还在做这个手艺啊，蛮好玩的。小哥带我们走的都是属于那种好像即将消失，然后又会让我们觉得很想珍惜的一些事物。继续继续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你好，阿哥，你好。啊啊！哎，好啊，你好。啊，看不清楚，你有看清楚？没有，没看清楚。看一个，阿公，看一个。我敢有法度做这大机？对呀，这个。这一机要做几工呢？啊，你唔捌拔啊？阿妈甲工人拔关系呀？哦，对不？哎呀，在我们你们有学起来吗？我这个还是有点母差少，但是大概知道。我过去哦，我周围来走，每一个人走。我们五分钟看谁可以做的比较漂亮、比较大，我自己做好了。哎，对，我们自己做。五分钟，我专业啊，阿公阿妈，你要做评审。我叫你快点，叫你啊，你要做评审。哦，安内啊。哦，样本，样品很快点，安内啊。公鸡尾巴的毛最好做。好，公鸡的。阿母，你这个小的，你该不要拍嘴。哦，不好弄。你等一下，这就糊嘴。阿公。你要做评审，我那是看到车赢哦，你刚刚并且上水的，那主人爱拍，主人爱拍，哇，伊的惩罚比咱较严重咧，这种重，主人爱用钱要拍，啊，主人爱拍伊哇，我们就是一个人赢的，不用惩罚，也不用被打，那其他三个都输哦，其他三个都输，而且输的人要跳你们昨天唱的很经典的《爱你》。我的都已经黏住了，另外一只手。大家也担心阿公会打人。两只手啊，闪掉了！哇，真的假的？哇哇哇哇哇！好精彩！哦，哇哇，花甲们好像散开了。哎呦！刚听到哦一声，很大声。哎，不容易耶，这个朝鲜，你有没有觉得花甲们比较认真？我当然要认真啊，因为我不会跳王心凌的舞啊。没关系，你会唱，你会唱，你会唱。九八七六五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啦。来，哇！这要怎么固定啊？你们怎么得来？你干嘛？好真实！你咋怎么得？你怎么得？我卡败了。所以今麦剩因三四名，我一厘名的这样。像阿丽啊，马上说出去。一二三四，三四。像你，欢迎有。你看谁啊？来，还好，谁会跳？阿公，我表演，阿公，妈妈，我表演哦，你也看了啊？阿公，阿妈很想跳，能玩吗？我就很想。阿妈要加入，阿妈要加入了。阿公，来，阿公，来，活泼，阿公，来，阿你阿卡卡呢？蹦摔了，踢毽子。踢几下？阿妈。
好难，真的好难，就是手要很有力量，然后在挑选那个羽毛的过程当中，你要快很准，才会漂亮，才会丰满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难好难的功夫。手脚要并用啊，它真的要手要卷得很紧，不然很容易脱落那个鸡毛。然后脚要踩住线，所以它必须要把它绷紧。阿公也很活泼，阿妈更活泼，就阿妈那扭起来跳起舞来毫不别扭，然后就完全在那个他自己的圈圈里面，然后发光发热，这样大家跟着他就这样玩，很可爱的一对老阿公阿嬷这样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了。对，没有，不是要吃东西。对，我们要吃东西，然后我有预约一个事情，我要陪你去完成哦。好，可以有多一个。多一个什么意思？怪怪的，你猜猜看，怎么可能？多一个，这个线索有点太少了。我预约那个很舒服啊，哎呀，哇，按摩，这个有想象哦，有按摩腰的吗？真的，我要求不多一个，不对不对，他说很舒服，可以多一个人一起，是，可以多一个人一起，什么意思？两个人坐。什么？这个不是，我不是互相做，我是别人帮我们做。啊？两个人，别人帮我们做？怎么啦？当然是享受的事情。很舒服，一个人做，听起来脚骨可以哦。Go！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，特别。真的，这怎么有脚踏车在上面？是因为这样才特别。哇，是这家吗？阿公的卡达车哦，一世人。爱热门哦。哎呀，哎啦哎啦，预约制。还有火车的声音。嗨，你们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哇，你们好。哎呀，你好。几岁？要一岁了。哎呀，好可爱，好帅的。而且这个桌子怎么那么特别？老板，你为什么要把门给拆下来？就废物利用。哦，这个很贵吧？这个可以。对了，老板，我今天我有预约呢。在二楼，我带你们去。对，我们有一个法廊在二楼。法廊？法廊？对，我们这里还有法廊。不是吃饭，他今天这天我是讲要上一个啊。对。你好。所以你预约的是桑姐是四个人，桑姐还是？洗头，我姓桑的。你姓桑？好，那你看他上来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哦，这楼梯很陡，小心啊！那个，可以哦。阿静，这个很斜呢，很斜，很斜。那我帮你搭吗？不用，不行，我可能会掉下去。这个很斜，很陡，很斜。啊，还有特别。这里很酷哎，这边很特别。Iris Studio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大的空间呢。你看我的 VIP， 哇哇，真的是法郎哎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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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酷了吧！翔哥，你预约的部分是洗加剪还是做？我休息啊，今天去修头发，你还修头发？乱七八糟。你好，所以你要简单修一下。要啊，这个 OK。好好，你是说还可以加一位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本来以为有，后来觉得后来就没有了。你以为有，后来是没有。这太过分了。我要写在歌词里。啊，来，请。这一定要写在歌词里。有些结不用解开，有些毛不用拔开，有些背叛。有些背叛造来的伤害。来的不是爱。哦。如此无奈，有有有有有有有，如此，我要赶快把它记下来。你买照，你买照，姐啊！我等一下先修。我跟你讲，我也很会洗头，真的。我帮我妈洗了两天了。哦，对。还是，等一下，她洗加剪啊，一定会有按摩、吹头发，还是我们就一加入了？我不要帮她按。那你帮她洗头发。那我帮她，我帮她按，吹风机是我。对，吹的。还是我们大家来讲一个冷笑话。我不会讲出笑话。那就你自己讲吧。真的。有一只鸡，啊，它就坐在海边吹，就一个人就想说，为什么一只鸡一直坐在海边？那天风很大，走过去问说，哎，啊，你怎么在这边吹风啊？他说，哎，因为我是吹风机。
哇，有冷哎，很冷啊。要洗头发了，要洗发。哦，再往上一点，想这个有你的爱人，再往上一点，帮你上一点，真行吗？哎，这两个吗？好厌世，有厌世，有厌世，这么厌世可以吗？这厌世会不会客诉你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两个。真的，哎，真的好像洗的蛮专业的哦，看他的酷水。有在洗，但是他的脸真的不能看，顺你会觉得很生气。对，感觉这有一些怨气。没有认真的时候想。好，这是放专注。不是，难道洗头是？哎，现在被你们这样子，其实有会，有些翔哥看起来喜欢这样子。没有，有些会，有些真的会。哎，太用力吗？水温可以吗？哎，太，哎，会不会不够用力？加水可以吗？对对。有点凉。有点凉，是不是？晚上会变冷的，稍微注意一点。因为我们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这里水压的关系，我们有的时候忽冷忽热，不好意思。我先帮你把头发打湿，我要帮你洗第一次头啊。哦，对对对，都会这样，都会这样，都会啊。预告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洗不出来，不好意思啊，只是的。先帮你洗，有一点泡就可以了。哇，洗长发我真的还没有认真洗，没有洗，真没有，你有帮？没有这样洗过。人家这样。啊，真的会洗耶！哎呦。哇，怎么抓起来好像哇都痒了，是不是很舒服的感觉？先帮你冲掉第一次哦。有时候我去弄。我等一下看一下我的工具。对，你看一下吹风机。哎，这个没使用过，这专业发廊用的嘛。没关系，我们先研究。好，这应该等一下就可以加快速度。强哥还有哪里痒吗？姐真的很专业，她已经跑到这边来了，他把每个角落都处理掉了，洗得干干净净。哎，其实有的那种还会最后还会按摩头皮。对啊，有在按摩。是不是？哇，没问题。哦，眼皮也在跳，好像很痛啊。感觉。对，舒服舒服。先生睡不好吗？啊，这样推得出来啊？脑压很胀哦。冰冰小小的哦，为自己安排一个，我觉得这个行程蛮蛮厉害的。还不错哦，你已经来不及了。我来不及，没有办法安排自己的行程。对，那这样子给我跟姐另外一个灵感。对对对，调整一下。导游白白走。哎，你真的是白白走，对，最难理解那一种。回去帮我洗头发。他的手势很顺，真的很专业，他可以把你每一个地方都把你抓得到，不会说哦这边没有抓到会痒这样。我没有想到是真的，我们就帮他做，既然他是我们的团长，就是他桑姐这样子。OK。嗯，很干净啊。很干净，对。好，那起身哦。那这边扶一下。哦，他没有办法自己弹。OK。哦哦。我觉得好像也有力量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没事，可以往里面走，可以。你这样可以吗？我发现这边有擦，对，他要按摩他的脖子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帮他做秀息。秀息。好高级哦，秀息。请吸。好，我们哇。憋气，憋气，憋气。让我去看看，风量吸，憋气。好，就不会疼痛了。真的，我们算是六手连弹呢。我们这个沙龙哈，神秘啊，很好啊。大解放哎，对，需要是不是？这个力道可以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的。嗯。哦，你是需要两家当呢。没有。好，来。先生，请问平常习惯中分还是？哎，中分。中分好。哇！我们这个越来越刺激了。要打那么了脸的丢啊？自己跟你比啊，因为有推就比较不用那么用。这个有点性感的画面。哇！解放啊！手指将会抽掉，然后这里。哦，这里上去。
哎呦，哇，真的是有油，哎呦，会太重吗？很爽啊，很爽，很爽。哦，更专业，我觉得那个力道完全足，昌宪的按摩力道很足，然后一直在帮我拨筋拨筋，然后呢，妹妹帮我用头发吹吹吹，把我吹干，啊，其实真的很难为他们，可是很爽啊，真的，就蛮舒服。觉得其实这个过程大家分工合作，就好像那个感情又更连结。我没想到翔哥会安排他这个这么个人的行程。很有翔哥自己的个人风格，那我们也想说，哎，既然我们都来了，我们陪着他一起完成他想做的事情，那完成后我们也挺有成就感的。翔老板可以吗？我都可以，非常的舒服，大家辛苦了。完整完整完整。今天哦，除了剪头发，我也预约了，我们现在就下去吃饭了，晚上可以吃了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算是慰劳我们，慰劳我们，慰劳我们。好久三年之后，我刚出生，真的真的哇，毛细孔都打开，看一个很圆满。耶，我们的制作人很满足，我们就开心了。对，我是花甲之年正青春，我是少年正得意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哦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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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